商户房间突然倒塌，哇塞，所有的现在都过来抢救啊，消防啊，武警啊，这些晕啊，救出一个人来。商户饭店里边，它坍塌了，是不是有人埋了他们？有的个事情，正在救援，正在出通报，待会你们会有通报给你们，现在正在救援。啊，有没有说这个人数确定了吗？没有。好。